开嘛，直接开机，开起来。开呀，还要我亲自来吗？我的妈！好，飞轮。OK， 非常好。来了，我去。他会这样收叉啊？插头。活到了啊。看他叉子的方向啊。我们忙了六个还是有点吃力的啊。走一下，就是视野一下。出圈，在下板。这飞轮要用来那个啥了，要用来挡水器了。直接绕这个圈呐、啊，他等下会收叉，会想要去打我们普通刀啊。不然这样子好，飞轮下板，咱们先开刀啊，不用管。几秒钟，四秒钟，走前面的板子，发现要在我这，这板子没踩，直接弹板加速，然后直接绕走啊。他丢叉子不管，发专心破译，丢出视野看一下，叉子在，叉子那，他们偷袭他一下，偷不到没关系，这点位的话。他收叉的话包不着，出圈一下，这个点位是圈的。两秒，一秒，骗一下。还真的打到我，发专心破译吧。再敲个杖。OK， 弹板加速啊，别走。他可能想要收，有可能想闭合圈，闭合圈没关系啊。发专心破译，这个点位又只能补了。他看到我，然后我们直接走。他可能闪现，好，没关系。再摆一下，我去，没关系，能走，他给机会了。他没让我过来啊，没有一阶啊，请走，加速一下，走。哇，我去，没抽着，我的妈，我感觉被抽着了，你知道？连抽两张，应该能抖到。好，躲一下啊，他这边开始着急了。发专心破译，下板，他可以想绕我，我们贴膜，不要着急，哦，直接走。我去，这个五十水气啊，真的走不动啊。人呢？要想绕圈圈，弹板又两秒钟、一秒钟好了，先翻窗户啊，用弹板好了。好，这边慢翻一下，慢翻就用弹射，然后的话我们直接再转走，往这后面走。十秒钟，就溜一大堆加速啊！这边弹窗吧，我去，老奶奶弹，真的弹不动了。绕这个叉子，好，行走一下，加速一下出来，加速出来之后，开吧，这边还有板子，能开吗？直接开机，开起来，开呀，还要我亲自来吗？我的妈！好，飞轮。OK， 非常好。敲杖，要显得慢一点。这点位走不了了，转不过去了。看他冲刺一下，他收叉，咱们这个时候翻。我操！我交互键呢？我操！怎么没有交互键呢？我跟夹跟那椅子卡在那，我去。直接翻了啊！他又来着急了。骗一下。好走。我去。走不了了。